大家好，我是北美彪，今天做一个炸油条，用到料是一杯水、两杯面粉、两茶匙干的发酵粉、七克左右的盐、一茶匙糖。好，发酵粉还有糖，先放到。好，现在有一些气泡产生了，现在将面放入，还有盐。好，这面团和好了，盖上保鲜膜，让它发酵30分钟。这就可以炸了。行，咱们将像这样炸至金黄色，两面都金黄色就可以捞出了。简单易做的家庭版炸油条就做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